滚出来！要不然我杀了你！不行啊，你差点毁了我精美绝伦的脸蛋，只能杀了你。 刚才你用的那一招叫做玉石俱焚，是你师父的剑法吗？在杀人时无法逃脱的情况下，与对手同归于尽。李同光，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要是见了杨颖，我师父就会来找我。 哪怕他伤心也好，生气也好，甚至杀了我都好，我只求他别不理我，我只求他别这样零零碎碎的折磨我。我告诉你，你死不死跟我没关系，但你要杀的人是我兄弟。就因为你师父不理你。 你就不惜伤害别人，亏我之前还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，心怀大志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，如果伤了殿下，安吴两国将会陷入怎样的风波？可不管不了这么多，我只要我师父。